我是一名护士，而且是男科医院的护士。从我14岁发育到现在，所有人都是这样。1、2、3，我敢打赌，你还在看我的胸。对，这就是我对男人失望的原因。我叫什么？叶弯弯了。但男人看见我，一般都不会弯。出来了，可以了吗？喝点水。这是我们这儿的 VVVIP 卡，来，送给你。我们这卡呀，你以后来我们这儿游泳全部免费，而且在我们这儿吃饭呀，一日三餐也全部免费呀，姑娘。收好了啊，我的呢？收好了啊，你得带它来才管用。这给你吧。我一会儿啊，去见我生命中的268个男人。你自己先回家，走吧。哪来的你？姑娘，听我说呀，你每次来我都倒贴钱，我倒贴钱。